看到了。啊，开始了，绿掉了。为什么吃说要看我打那个？你们能看见吗？我也不知道。就是说，我现在得开游戏是吗？那应该怎么让他补货？啊，增加是吗？对。然后，显示器补货，是这个吗？哦，看到了，哇，我的天，好刺激，什么玩意儿这是？对，这个屏幕分了好多个，啊，也是，哎，好玩好玩，变态。哇，好变态。哎，不对，我不应该用盒子启动了。啊。啊，然后。哦，我捡它干嘛？啊啊啊！我知道这个我知道，然后上面有对，哦，就是上面那个你说什么都已经显示出来了，对吧？嘿嘿嘿嘿嘿，哈哈哈哈哈哈！没有，我把直播那边那个麦直播关了，然后我这边只听到一遍。来送波礼物，送波礼物，
哦，还能送锤子是吗？还能送锤子是吗？他们叫虾尖管。压力很大，你说我能打过吗？不知道啊。应该是这个 YouTube 在卡。没有人。哎呀，我玩的时候不卡呀。哎，可以，一起来。
很难受。一起，我刷。我把这重启了一下，你看会不会还卡？我重启了一下呀，看看会不会卡。很小吗？有线网，有线网。好的，牛逼，惹不起。对，我天赋忘改回来了。好像被传到了这个鬼地方。讲真，打撸去吗？怎么的？看习惯了。因为之前有魔盒一直都放在那儿的，然后用习惯了。
这是咱们联盟的哨塔吧？You know what？这边待会儿肯定有部落要过来，我要把过来的部落给弄死。我要把胆敢过来的部落给弄死在这儿。没有部落吗？这幅的部落都是干嘛去了？居然有人！哇，第一个人进队了，哈哈哈哈，已经成功找到一个治疗，剩下仨 DPS 应该好找。这具尸体是谁的？东西看起来像是一个高等精灵，女王护卫。为什么女王护卫会倒在这儿？没有人吗？人呢？部落都干嘛去了？算了，饶他们一命，我先走了。我在那个联盟的那个 PVP 塔上面等等等等去打队长的部落。哈哈哈哈哈！没有啊，他们在塔上打那个什么，我在塔里面直接一个吹风全都吹下去，吹下去之后直接箭引飞走，奈我何？或者箭也隐身，等他们上来第二波。哦，又来人了，九五一战士 DPS。
圣僧里打吗？执政官里打吗？怎么又去阎王殿了？我觉得噬魂比较好打。但是因为要打断，你只要打断了，它伤害就不出来了呀。再组一个爆炸远程 DPS，99化石够了。不需要水三级了。
这法师 ADD 能力极强，站着就 ADD 了。嗯，南泥为什么只来了两只？说有点慢。
正在打。一个刘雨辰要，哇，这帮大哥，人走的不好。神一般的 DPS。